这里是空的。对啊，啥都没有。嗯，围碗炊菜，鸡腿，鲜汤围块。好吧。花菜，我喜欢花。西葫芦，你两块豆腐尝一下。我喜欢豆腐。真的吗？很久没吃豆腐了，再重新尝试一下。嗯，豆腐不好吃。对豆腐的排斥刻进了 DNA。为什么豆腐的味道？为什么豆腐的味道？为什么鸡腿味道？那你还挺好养活。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尝一口，如果你不喜欢吃，妈妈就不让你吃了，好不好？勉强再试一次。嗯，不好吃。那就算了，不能勉强孩子。换个南瓜吧。南瓜不喜欢，吃鸡腿吧。好啊。嗯，鸡腿多好吃啊，豆腐不，豆腐多难吃呀、啊。真的好嫌弃豆腐。嗯，鸡腿也太好吃了。有点意犹未尽。哎呀，我怎么变成再来一个了？就一个鸡腿今天。没鸡腿了，吃南瓜吧。南瓜多么的好吃啊！妈妈吃南瓜好好吃，你也尝尝吧。好，谢谢。鸡腿，你咋不给妈尝尝呢？谢谢了。那叫花菜。我感觉有一点像吃了花。吃着菜，心里还想着鸡腿。妈妈不明白，为什么要一个鸡腿呢？妈妈买了半只鸡。他还是不明白。太好吃了。你别跑啊。米饭收尾。一直在想鸡腿。把海苔肉松都忘了。谢谢妈妈给我的鸡腿。不要谢。